这是一套两室一厅一卫的公寓，在 Scotfield Road，在 Ouston Station 这边，1700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我觉得价格有点高了。卧室大小还可以，这应该是个衣柜。客厅的话，就这么一点地方。这好大的衣柜啊！这是一个洗手间。第二个卧室，又脏又乱，啊，肯定是美国人住的，乱七八糟。这个厨房。有股味道。1600两室一厅一卫，觉得有点贵了一点吧。